是那边的左下角。为何不再做量子包包？啊，它就很烂吼，它很可怕，它很大，但它很烂。它会吃你的东西。一，它不会自动堆叠；二，它会变成四次元百宝袋。然后四次元百宝袋再放四次元百宝袋对，，AG 就发你生昨天没有追台的话，你可以去补记录档。不是昨天啊，前天。这游戏很烧脑子吗？看你的玩法，你想。反正你就越研究越多，脑子当然烧越多啊，可是就是会越方便啊。对啊，想要方便就要动脑，对我脑啊。子应该会爆。有几种元素？哦，我看一下，好像加了几种元素啊。也是莱姆丘治。这个如果算同一种的话，这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种。现在有中二十一种不同的元素。可以用过的吗？你真棒！哇，可以使用用过的哦，赞哦。那我去，你们要首先先哪一个？腐肉的应该不用了吧？腐肉，神怪传吗？对啊。好啦，我去搬那个。哦，这早知道之前把龙岩史莱姆的留下来了哦。哇，之前被因为打掉了，真的是敲太爽了，有了有因为了，真的是太多了，我就不小心把龙岩史莱姆的棋敲光了。哇，收岩浆时间到。是不用了，走这把石里。扔掉，下来，那个，然后怎么用？右键他妈！放出来了吧，右键就放出来了吧。你是被放出来了吗？没有，哇，还抗烧哎、是什么东西欸！哎，抗然后烧？嘞，我把它封我起来，拿然后嘞，了炼狱圣杯，可以储存就进挖去。起来吧。挖起来就好了吗？我记得是可以挖起来，吧？并且可以抵御岩浆伤害。安安，刚来的安安哦。抽奖喽！抽奖喽！你哪里要那个啊？抽岩浆还是没有了？抽烟读完了，哦，抽岩浆，哦，好，早读完点了。讲这句话不嘛！是，我才刚做出来嘛。既然有了水力发电，可以试试看天使。你又想教我飞了吗？要天使什么指环吗？还是什么？跟你讲哦，我们现在材料还做不出来哦。你不要因为常常在我的台看台就可以装笨哦。看一下哦。对了，有七个背碎片呢。包上角有你小叮好。当。有碎片了，碎片越来越多了，34个。慢哦，哇，可以挂网刷碎片了。都是狗。啊，对了，我们要去做那个哦，僵尸治愈的那个土地。僵尸治愈的土地。没，我刚刚一到我的血迹栏，就听到女巫很大的喝了一口水下去，她就喝了很大一口，再来一杯，再来一杯。等下，我先做那个怎么？所以没人消看。音。我先做消音器。消音器的哇，话就这是把取岩红浆也死太爽了吧！我天啊，我已经取了130桶了。漏了，没法想象，我漏天了那哪！玩意。讲什么攻上。A 不是有远端遥控器吗？有啊，但是我这个系统没有做啊，而且远端遥控器它很吃电，它是非常吃电的东西。没有稳定的电力，其实不适合做那种。研究一下哈，要放哪里好？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这里不给喝吗？
可以吧？看一下哦。你看好痒，等一下。哦，这就好了。这个就好了，我还要多做这么多两毛。这样。A1 属于中褐期的模组，对啊，我那个只是简单 A1 而已，让我领东西比较方便。你怎么了？我怎么开始饿了？我饿了。你饿了，多吃点啦、啊，多吃点。现在不是可以抵？怎样？没有抵御岩浆伤害，奥佐突然饿了。不是啊，是哪有饱食度啊？你是用什么东西抵御岩浆伤害？那个炼狱圣杯，哦，那不关我的事啊。想说跟我的腐肉有关吗？不关我的事。嗯，还是那个火焰伤害是有，但泡在岩浆没事这样。多盖几个不就有很多的活化水晶了？是啊，是可以多盖几个啊。其实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一次产出更多鹅卵石。有啊，我想用使用者来炼武器，可是。在想神怪砖要放哪里啊？嗯，之后再说。要换女巫地板吗？等一下，我先让这个腐肉什么墓园之地先做出来。有抽岩浆啦，但是那是杰克的东西。我已经现在开始抽了，手动抽，等他研究好。把稿子换成3×3，可是我们也。鹅卵石没办法产出3×3啊，现在主要是鹅卵石满了，产出3×3比较好啊。只能抽500桶，好吧，可以了，够了。啊，抽500的话就爆掉了。没有，它的上限是500。上限是500。黄泉图治疗亡灵生物 ，OK， 应该就是这个吧。我不知道僵尸这样来的能不能来自己补血，先试试看。要抓一只僵尸来试毒，这样。铁桶上去是什么啊？铁桶上去。那我现在又不能飞了。拿下来放下，又可以飞了。它有时候会 bug 一下。对啊。哦，强化桶，恶魔桶。啊、哦，我有一个恶魔桶啦，人家说256倍的铁桶。哇哦！不是有方块放置机，方块放置机。嗯，用一个岩浆做出四个。终于可以说话了，在讲啊。马上，等一下又不见了。让你下去哦，对吧、啊？让你去冷静哦。再冷静一下哦。方块放置机吗？这样子要做一个循环呢、欸？等一下，等等，做循环，你又怎么了？等一下，我好像想到了什么哦。哎呦，这个岩浆先存起来哦。提示什么？提示我吃3倍兔吗？哎、还是你要2倍600？手动六百。我想想看哦，所以我旁边这里可以放一个使用者。哎呦，这样，然后需要这个跟短弓吧。好，不是，现在重点是。嗯，我要怎么让深怪塔就是，不要用它的时候就是隐藏那个啊，关掉啊，不要用它的时候就关掉。对啊，应该懂我意思吧？不要用它的时候就关掉。
就一样用那个红石灯还是什么吧。诶、欸、可以哦。所以所以请我吃哈密瓜不是你就已经在那边惹人家生气，然后跟人家讲说不要生气，白目行为。对啊，打你一巴掌，然后跟你说不要生气再打一巴掌，不要生气、啊、再打一巴掌，还说请我吃哈密瓜，气不气？气死白目啊，不要生气。你是欠人家骂是吗？对啊，我不吃哈密瓜的哎、欸，这才重要。哒哒，那它会倒上去吗？我的充电站暂时可以营运了。哦哦，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子可以。等一下，那。因为想说有模组，有没有模组的方法可以就是让怪不要生就不要生，不要生就不要生。对啊。嗯。指望鹅卵石就可以。对啊，它主要是因为。老子使用啊，使用就有机会 掉下那个啊碎片啊。他自己会缺岩浆吗？还是还好？还好，我都是用石油发电。哦、OK， 我石油到现在还没用完，石油超省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多放一点鹅卵石。它有办法是放大范围吗？三乘三有搞头了，有搞头。地狱石，哎、欸，对，地狱石挖更快、欸，那我应该换地狱石啊。对、欸，哎，你是说用那个吗？放置上去。对啊，我现在是用放置上去，然后让它挖掉啊。哦。换地狱石，换地狱石，你不要再放了，你不要再放了，拿出来。对，你们说用什么模拟可以让某个机器使用玩家的刀？啊，使用者，使用者啊，他就叫使用者。嗯，好，我查一下。所以你可以把自己武器放在他手上，然后去练道具等级。对，可以。用火把吊灯如何吃了光？火把吊灯。哎，行。他真的这样叫吗？这个吗？是。好痛！来来来，我们来拿一点鹅卵石啊，不对，地狱石。好，这样子应该就够了吧。好了，够了，回去。只是要定期放鹅卵石，不用定期放鹅卵石啊？为什么？做一个回圈就好了。对啊，我现在就是做一个回圈啊。就是挖掉，然后再放回去，挖掉再放回去，挖掉再放回去啊。哦，就跟你讲，大火把没有了，你再不看台啊，你真的是惹人生气耶！要不要让我冷静一下啊？让你冷静一下吗？原来是你要冷静吗？对啊，我需要冷静一下。真是气到你，让我出气一下吧。让你消消气。第一排倒是第二个。这个是在黑暗中自动放置火把、欸，你不要想骗我。那个我有做哦，我还可以马上给你看哦。你会整个气死哦。气爆哦！火把是直接乱插哦，强迫症是不能看的哦。他是走过去直接插下去，走过去直接插下去啊。他乱插、啊，对，乱插的那种，毫无规则的那种。他觉得按我就插。
速度变好快、啊。对啊，这样子会乱喷。等一下，我需要把这里给封起来。等一下，玻璃片不是这里，好。这里，这个，然后要不要第三只永久奔了、這個？好啊，不用客气。Ben cake， 不用客气。Ben cake， 来奔了。啊，他说这拖我请，就奔了他。好，这拖我请。堆叠升级，这样。再来捞个500桶岩浆吧。这样。他开始哦，有了有了。哦。怎样？很快吗？还要哭吗？还要哭。然后快到鹅卵石喷出，不是地狱石喷出来。就挤压然后喷出去吗？对。所以他是自己挖了又自己回去放这样子。哎，对。哇，那 Tick 不能调慢一点吗？我就他越快有越开心啦、啊！可是他东西乱喷，不就你就吸不回来？他的，所以我旁边要拿东西把它堵起来啊。OK， 我要拿一些玻璃把它堵起来。等一下这样子练稿子的话，我、哦、稿子练好快哦，太快了！我要去看看，太快了！音乐家。